上回书说到，彼时的黎月，海中有大魔侵扰，山间有恶之盘踞。阎王帝君召集众仙，要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传说，帝君在出征之时曾言道。此事群魔诸神并起，我虽无意逐鹿，却知苍生苦楚。天动万象，只愿荡涤四方，护得浮世一隅。那是黎月最初的契约，而现在最后的契约终于也已拟定了。